第三十九题，阳光下的树叶会呈现绿色，是因为树叶表面具有下列哪一项特性？我们会看到绿色，就是有绿色的光进到眼中，而我们的树叶不是发光体，它本身不会发射绿光，所以它就是反射绿光，使绿光进入我们的眼中。所以39题问我们说，是因为树叶表面具有下列哪一项特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反射绿光。